子季，从我们民国55年呢、啊，我们第一位个案哈林真老菩萨就一直在关怀独居长辈，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一天停歇过对老人的照顾跟关怀哈。那台北市政府就有一个方案，他们要来推动独居老人的一个服务关怀，那呼吁更多的单位一起来协助。那时候我们慈济是认养最多的一个单位哈，我们这20几年来，我们服务了40多万人次，那志工的投入163万。那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社区哈就会接引这些独居长者来参与环保品书会，同时有时候也带着健康的老人去关怀有需要的老人。我们期待能够让他们发挥大用，能够翻转他们的不同价值的人生。另外还有邻里关怀，我们也会带动左邻右舍啊、里长啊或是邻长一起来做关怀。我们希望能够社区的关怀网络更紧密，同时啊，我们也会广邀团队，我们有不同功能的团队，仁医会、医生、护士、药师或甚至于护健师，只要长辈有需要，我们都可以结合。另外也带着慈青、慈少、慈二代、慈三代等等一起来守护社区，然后一起来见苦知福。我们除了每个月的访视以外，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在关心。好，那慈济人就是他的家人。基隆独居老人关怀已经成立20年了，大概每个月都会有新人加入。我们去的时候都把长者当作自己妈妈，你看那规定他在警察就快去那里给他到警察、我们也曾经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我们大家都吃便当去、就是跟老人家就是共聚午餐啦。你看那老人家欢喜的跟我们说到有说有笑，其实见讲说过去、其实大家去说的都一样，但是呢大家就是很有耐心，有那听他说就说得很欢喜。那这个老人家就是心情郁卒了，咱的师姐就紧摕近视仪哦吼，甲伊分享吼，让伊的心门吼一旦拍开，欢喜啦，也感恩啦，感觉就讲吼，人间是真正有菩萨啦，一尊一尊的菩萨吼，在咱的面前，在师父的面前啦，多一位不是菩萨呢？无私的大爱，付出呢，搁家己搁真欢喜，这吼真正是非常可贵啦。尤其是看到主人吼，疫情的时阵吼，咱的访视全部拢用电话访问，我敲电话给伊，我讲主人，即马好无？伊就无然无奈就甲我讲。我即马感觉足孤单诶，我即马感觉讲足无伴诶安尼啦吼。我想讲，即个是一个遮尔快乐诶人，是安来变做安尼？伊甲我讲，我吼饭店诶弹琴诶工课吼无法度去，啊，搁教迄个视障诶课嘛无法度去上，伊诶收入吼变做零啦。我阵啊甲我诶团队吼开始先送菜、送饭，然后。申请安心生活箱，让伊度过这个疫情这段时间无法度有收入的这段时间的困苦的日子。安尼倒倒来，伊甲咱吼是真正是变有够好的朋友啊！我今天非常感恩，因为上人卓越的领导以及好的方法，让众师父以及师兄师姐们有这么。大的慈悲心以及爱众生的心，也因为这样子我得着了师兄师姐们的帮助，这都是上人的慈悲心。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上人，所以我只能够用一首感恩的心献给我们现在全场所有的师兄师姐师父上人。是啊，看
伊吼，有恁伫咧甲伊做伴，相信吼伊袂孤单啦吼，而且伊有一手很优美的吼，会当常常甲人分享。看这一位，诶，厝里嘛是十二家啊，吼，不管伊是虾米宗教，这总是呢，咱叫做适应众生。只要众生得安乐啦，伊的心会当快乐，会当自在，那生活会当得到帮助，只要伊会当欢喜，会当自在，咱呢适应众生，这都是佛法，在这个无量法门呐、啊，实现在前。咱用各种的方法，要安怎让人他呢接受心安稳吼、哦？这都是咱伫咧做，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无量义经呢，就是安尼一直伫咧甲咱指导。无分众生，信用是啥物？无分众生呢，贫富，或者是呢是地狱。是智慧，或者是较一个脑筋无好，我们还是呢用种种方法来导引吼。真的感恩是真多啦吼，那这是爱的能量付出啦，独老关怀也好啦，或者是呢迄个忧和慢劳发入心，这拢是真重要吼。那还有那个点滴去爱啦，这嘛足重要的，要不断安尼点滴点滴，用爱去付出吼，就是时时咱都爱真用心吼。佛教完全就是讲付出无所求，真正是真感恩。的确，咱有。至刚的人间呐、啊，发挥的力量吼、哦，真正是真多。看看咱这宗教的力量，实在是真大。只要有心要付出，一两个人做未到，那爱三五个人同齐，看看拄只迄位，咱要甲抱。其实呢，要抱来解释啦，等等吼，这两个实在是无法度啦。啊，都爱三个以上，那才有法度吼，安尼集中迄个力、人力、物力啦，甲迄个情、真诚的菩萨的友情去付出。所以，因为安尼，咱需要。需要立人群吼，平常呢也会当其他因有迄个因缘来汇合，无分宗教，对于众生的疼爱，任何一个宗教拢有共一个目标，那就是爱。就亲像讲，福基寺坐伫遮，咱遮。什么款的宗教内底都有，慈济人呐、啊、有真多无共宗教，总是呢人与人之间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爱，就是大爱。它无有色，它没有颜色，也没有形状，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所以我们共同用的这样的名称呢，去身体力行，只要有正确的信用啊，不管因分什么派，总是心灵呢有一个宗教的爱的，不管仁爱、博爱啦、慈爱啦等等，慈济咱的佛法叫做慈悲啦，这总是呢同样都是爱。只要他们生活的有方向，生活的有方向，那这样的人生呢、啊，总是呢
会身心安住哈，这嘛是咱尊重宗教哈，尊重信仰，这就是博爱，这叫做大爱，叫做仁爱，叫做慈悲，咱大家人互动哈。总是呢，咱大家人爱好好虔诚，不管什么宗教，只要有达到正信的爱啦，正信的互动啦，我相信这个社会就会很平安哦。啊，真正感恩啦，爱的力量呢是最无价哈，最有价值啊，就是感恩大家哈。好啊，啊，祝福你哦。对的事做就对了哈。啊，但是大家人爱会记哩，即卖疫情啦，大家人呢还是要防护好，了解无？